台湾铁路局为增加夜间路线养护时间，预定本月16日周一临时起为幅调整部分列车行驶区间。台南站既有156次自强号等6班次行驶区间有所影响，站方提醒乘客多加注意。日前台铁状况频传，路线维修时间很短，过于急迫。台铁为增加夜间清晨路线养护时间，自本月16日为幅调整。台南站相关影响如下：一、156次自强号截短行驶至彰化站时；二、3218次区间车截短行驶至嘉义站时；三、3224次区间车截短行驶至新营站时；四、3228次区间车截短行驶至永康站址；五、3732、3784次区间车各截短行驶至台南站址。台南站表示，微调后时刻表包括本站、大桥站、沙仑线、北上对号车时刻表。欢迎台南站网站 https://www.railway.gov.tw/tainan-intex.aspx 下载参阅。台铁为增加夜间路线养护，本月16日起台南站列车行驶区间微调。图本报资料照分享。